来了，哎呀，看给他乐的，哎呦喂，来了老板。小东好热呀，快走吧，客户都等着急了。哎，好嘞，你系好安全带啊。好好好。哎呀，这空调怎么一点不凉快啊？那你开开 AC 啊。什么是 AC 呀？ AC。那平常都是司机开车，我也不会呀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呀 ，AC 就是机会来了。那个，你这车空调欠费了。这个空调还能欠费呢？对啊，你看咱公司是吧？冬天是不是得交暖气费？夏天是不是得交冷气费？你不交人是不是就给你停了？啊，对，行，那我叫小陈叫一下。哎，那老板，等会儿，小陈不请假了吗？忙着去了，那么忙哪有空给你交啊？那怎么办呀？对吧？那这你转给我，我给你交。那也行，多少钱呀？我那个车去年是2800，今年好像是3800啊，你3000啊。3000那还行呢，我给你转6000，交2年呢。哎，行，赶紧。热死了，快点的。好，转过去。那老板交费成功，我先重启一下就好了啊。好。你试试，凉了。一下就凉快了，对吧？这么好用呢。行，那走吧，快走吧。Later。 哎，老板，你找我。小斌，哎，你去银行取点钱，把咱公司所有车的空调费给交了。什么费？车的空调费啊。车子的空调加的是油啊，直接加油就好了。什么？小东不是这。